我觉得他把应该把它丢在浴室里面，因为浴室很少人会知道怎么开。一定是老婆，一定是老婆。嘿嘿，老婆来干什么呢？再拖一次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台词好兴奋呢？为什么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？这个台词。ね。そう。习惯了。じゃあ。それは。それは。でも。锁坏了啊！是大神他为我们做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！干，太帅了！让你做了诱饵。太聪明啦！看，一代的智商担当。草場ムクロ。この学園に潜む16人目の高校生。超高校級の絶望と呼ばれる女子高校生。草場ムクロに気をつけて。ええ。つまり。他就是，或许他就是幕后黑手。とにかく、それは、ビジュン、ビジュン来了。现在趁你引开黑白熊注意力时，我就要去确认这个要潜入那里了吗？这样太危险了，太兴奋了。马上就有人剪精华了。好，先把它放着。ね。そうね。表示我的决心，现在还别打开它。打开它的时机就是我发生什么万一的时候。不，不要立死亡 flag， 不要立弗莱格。一定没问题的，他可是吾妻的同学，一定没问题的。オノクマ登場だよ。ねえねえ。
你很懂嘛，深夜呆留在澡堂，深夜呆在澡堂还能做什么呢？有分吧，我的存在。Spike Chang Soft 独家赞助，可是没有赞助我。喂，居然有动画 ，What the fuck？ 哇，这是什么无双游戏吗？弹丸论破无双。期盼巨魔奋斗史终止开发，看，请冲高到论破销售量，我操你妈的，还不去买买买买买！这吵到不行的游戏，竟然做到一半就终止开发了，看，太可惜了。我很努力的在开实况推荐大家去玩，之后再做个甜品推广更多人去玩，请务必要把这个游戏做出来。お前ら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朝です。七時になりました。起床時間ですよ。さて、今日も張り切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。老婆回来了吗？我老婆有回来吗？她答应我会回来的。什么？竟然不在？看，迟到一分钟也要这么靠腰？以为可以重来了。我是坏孩子的牌子。干！泽城美雪完全坏掉的状态，根本是总统等级的迟到了。
被问到喜欢的漫画时，回答冷门漫画的家伙会令人很火大吧？漫画错了吗？难道一定要说我喜欢海贼王吗？哼，ダメ。ね。哼，怪しいぞ。そうなんだよね。潜入我连黑白熊都发现不了的地方。自由时间，好，我们这边要攻略我们的阿萨希娜。抽抽啊！好，先抽抽，先抽抽，忘记抽抽了。抽抽抽抽抽，先氪金，没氪金怎么把妹呢？没氪金。没氪金要怎么把妹呢？先氪金才行。为什么一代的切换场景时间比二代短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有没有打算走 B？ 要啊，一定要啊，都走走看啊。就有不同结局就都走一走。好，我抽到360。不用存档，可以直接时光倒流哦。我觉得他三代应该会设计，就是一次可以爆抽，一次抽十几个。不然他二代也没有设计这个机能，真的是在搞屁耶、欸！真的要十连抽的功能，慢慢慢慢抽，抽民国几年啊？差不多这样。
一百连抽都是应该的。增加耐玩度屁咧。游泳，一起游泳，一起游泳，去那个游泳池阿勒普鲁。好，送什么咧？看一下。我有没有拿到甜甜圈啊？哎呦，还是没有抽甜甜圈，怎么那么难抽啊？小猫发夹也是没有增加，上次送那个26好像上次送这个好像失败了。水之恋人36，哎，好像没有这个玩意儿。38音收音机玩偶，收音机小弟公仔。就是这样才喜欢苗木。哦哦哦哦哦哦，说的喜欢不是那个意思。不对不对，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已经被我攻略了。涌现干净了。冬天也穿短裤？不不不不不，日本的女孩子冬天也是穿短裙的，她们没什么资格讲你。养生法，每天早上都做，上半身脱光，用干毛巾摩擦皮肤。叫做什么来着？干部摩擦。脱光上半身，在公寓的阳台，每天早上，这样没问题吗？我可以住在你家对面的大楼吗？然后每天早上这样来看，每天早上一边喝咖啡，一边看朝日奈的干部摩擦，是美好的开始。先承担好，以免发生任何意外。不要一直看我，毕竟我是穿 T 恤，不是穿泳衣。那个泡水变透明的话，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朝日奈同学一直在诱惑我呢？你想要对苗木神干什么？
不运动就要死，好棒啊、哦！我感觉我是运动就会死的那种人。身兼六个体育社团也太猛了吧！巅峰之后发现什么也没有，这不是某零血压吗？啊，这好像剧透了，这好像进剧透了东篱。成为奴隶型的天才。曾感受到了什么？陷入了习惯的梦境，哈斯哈斯。啊，声音是。全部知っているはずだ。僕の目的はここから出ることじゃない。我的目的不是离开这里，残ることなんだ。而是留在这里。希望、すべては希望のため。一切都是为了希望。为什么看到这句话会觉得很可怕？而且是从这个声音出来，从旭方惠美的声音出来的这句话，听起来有点可怕。今の夢変な这个惨叫声，好惨叫哦！哇，旭方惠美的喘气声，赞！哎、欸，原来是老婆啊！キリキリさん、なんて言ったの？何を？